仲基和新女友恋情曝光，身为前妻的宋慧乔感情生活也让大众感到好奇。没想到日前网络上却传出宋慧乔和陈盈优的恋情传闻，在某 YouTube 频道上，标题写着43岁宋慧乔承认和比自己小16岁的陈盈优相恋，内容则写到最近出现在电视剧拍摄现场的宋慧乔和以前不同，脸上充满了明朗的微笑，只是因为她正和比自己小16岁的陈盈优恋爱中，两人在车内共处2个多小时。影片在网络上扩散后，连网友们都表示很荒唐。虽然当事人并没有对此发表回应，但已经有韩国媒体帮忙辟谣，指称这是一则利用名人名声来获取流量的营销式假新闻。由于最近网络上越来越多未经确认内容的假新闻，许多网友要求法律制裁，认为该把 YouTube 频道也算在媒体仲裁委员会的处理对象中，否则这样随意造谣，要是没有被澄清，就会被当成真的了。